地铁，啊，好香哦！这是好奇怪，千里一刀剑，为民争道，为帅无的无大，雷神电了要出我性命，到底是何因果？听我一再你说。哎呀，好惊人啊！原来我李顺良是时失策，赞助一百贯一文钱，卖菜的为了出车之事，我本是善意，要帮助一臂之力，为先得到行事进程，也无压在李顺。原来为了串端，要做龙岩桥之事，观音大师菩萨心肠，帮助一他，刚逼出地。破了万花彩唇，变成寒干美丽，放放天下，要修好道，好色不宜住宅，帮助串端造桥，一时不察，不花一文钱，怕走夜妹妹，难怪观音大师心中怒气万分，雷神电庙境界一我。既向雷神殿庙，应该回转蓬莱仙岛所在。人讲寒庭之事不可插，啊，我若继续插，我早晚就要落难了。